好，那我们 R 姐讲完了，开始来讲这个，搞什么啦？连这个可以当坐骑啊？坐骑是怎样？他搞机甲战士，荣耀骑士，现实合同取的。哦，变形金刚伊呐，我许公伊那也当，我许公伊那也当变成机甲。我提供这个信息招签啊！欸，我是一项一项考一些驾照，已经考完了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打这个中级的了。等一下，欸，我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已经可以在初级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玩一些初级的关卡，怎么招人呢？天哪，免费哦！那怎么关？我们等一下人，然后我们就点邀请，线上玩家。是显示可以新的玩法，没有小心快点！再缺一个，再缺一个，说明要进来吗？奶奶，有了有了，送了。谁？我开始动了。谁卡？诶，我音乐怎么那么小？这一关很像是新地图啊。哦，宝贝，我爱你，谁取那个名字？所以这期的最新屁啦，这些地点太难了吧？跟那边如果没有冲，我就过不去了。稳当的第一，哎呦，这边要急转弯。跳一下。哦，按到了。哎，为什么他们都卡在原地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无解哦！天啊，这游戏也太让人家无解了吧！他们到底怎么了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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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鞋摔！太傻眼了吧！我怎么觉得我变成在玩单机游戏了？他们人呢？他们人呢？
这个急转弯也太烦了。好啦，反正跟你讲一下哦，它这个是新地图，你可以跟极速比较一下。这可以冲一下，我真可以冲一下，冲到终点呢，蛮好玩的。为什么他们四个都卡在原地啊？应该都断了。那我不就先送你经验值？